太想知道那是谁，为何总沉默寡言，人群中也算抢眼，抢眼的孤独难免，当然有一点，不过寂寞更强烈，难过时候不流泪，流泪也不算伤悲，天真是他的独特品味，殊不知是他难以言语的对决，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，而谁是谁，角度而言，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，不自觉遮掩，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。知道那是谁。